会想要奋不顾身闯入这一关？初恋的滋味就是，即使只是轻轻的一个吻，都可以回想好久好久。不过初恋对我而言可是非常重口味的，而且啊，只要一想到就好像一个强大电波，心情都非常的高潮迭起，每一刻每一秒也都是非常的活在当下的感觉。如果你没有谈过恋爱，那5月17号邀请你抱着很萌的初恋心情，欢迎你来找你的初恋，一起来 Let's Wonderland， 一同来回忆初恋的滋味。5月17号，我们初恋派对见。